想想快乐的童年，身边是否有阿嬷陪伴？在很多人心中，阿嬷的地位无法动摇，就连妈妈都无法替代。下面是15张超级温馨的插画，看完后你一定忍不住想要回家，给阿嬷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阿嬷的家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，无论何时，阿嬷看到我们都很开心，无论我们什么样，她都爱着我们，就算她真的对我们开骂，也全都是出于善意。你干嘛化那么浓的妆？会把她吓跑的。阿嬷总能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鼓励你。我就这样跟她说，阿嬷的心愿总是最真诚、最诚恳的。孙女啊，希望你生日能够快快乐乐，所有的心愿都成真。她最会挑礼物了，对于我们的成就，她比任何人都开心。我只拿到第三名，我以你为荣。她绝对不会冒犯任何人。妈，把她叫醒吧，让她再睡一下。她一定累坏了。她证明年龄只是个数字罢了。就算阿嬷有很多朋友，在她心里，最爱的还是她的孙女。所以你打的每一通电话都让阿嬷超开心。嗨，阿嬷，你还好吗？虽然他有时会做出一些让人傻眼的事，我把你这件破牛仔裤都补好咯，但他非常爱我们，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的阿嬷。你有多长时间没跟阿嬷联络了？快点给他打个电话，或者抽时间回去看看他，他一定在心里数着你离开的日子呢。